酒东的人饮酒，意思做菜无参油，煮熟唔通松一枝，一杯落熬解清油。当初我可能贪杯费中一面功夫，只有一定用这部功夫加速因公吸收油酒的效力，但是因公依然饮水不醒。主席，因公是酒东的因公，唔是你一人因公。难道您想办法，因公一定会请过来？这公，我是爱钱的人，转来了。平日也未醒吗？哦，您在盐山有真大的酒地，又到处找机丁药材做药酒，真好平日。敢讲连一丝的气息也无？药酒只能保住伊性命，无法让伊伤势痊愈。一公，您免担心了。虽然现在想不出办法，但我相信这个世上一定有能医治病这个药方。有希望。一公，怎样不跟其他几位大姐？因有出去找药材吗？是，嗯，左手，还是兄弟凶手，不敌悔改恶毒，兄弟情绪今日不朽。还是兄弟凶手，好。酒东未风，饼酒兄弟相亲即刻兴隆，酒酒令弟息息无情。哦，大姐小姐做亲，因为什么要拍即刻就？这公，快叫因自首！自首！让我将为公文随便恁的处置。还说最近要想拖延，要救兄弟唔听谣言。哦，卖再怕了。关于心亏，你回想这不是好意还是？这家酒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已经解释给大家听了。做酒做路，又无什么好风人。究竟的事，我可是有证据。一饮醉路，为兄弟报仇。就是没怕，先听这家酒将话讲完。有什么话要讲，讲吧。我刚来到这，想说早就放下，但事关因公，我一定爱来。你讲什么？我找到一滴因公的方法。若是不朽其梦，不得必有阴谋。若不是为了因公，我何必再来阳山酒店？你想将功赎罪？你以为是你一人的因公吗？酒东每一个人拢受着伊的恩惠，一家心头那是惊死，早就晚遭割肺。要怎么样救醒因公？讲吧。关键就在长生殿。你讲长生殿怎能救因公？当初官找到因公之时，人面焦灯，心中多处的重击，又救一股阴气一不在焉脑中，让他昏迷不醒，身体机能暂停，药物对毫无作用，所以我用酒浸泡因公。目的就是救了，
用油封摄秦爷体内，但近千年来，只能勉强吊住殷公一口气，又被殷公的军机侵犯，早就身亡了。所以，伊伫殷公最大的困境，就是想办法将药力进入殷公将近停止的身体机能。到底是什么办法？我在六级天桥中了陷阱，我入长生殿周围的血海，也因此造成飞虫入体，被长生殿控制。这东西给我一个启示，用飞虫能够侵进人体特性，将飞虫入药送进殷公体内。十分冒险的方法。虫进入体内，敢有影响？飞虫入体，伊伫殷公之后，咱在可夺飞虫，伫影响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应该不敌有效疫症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你怎么样处理飞虫？杨兄弟是派组织，合作是怕派渺小。杨兄弟是合作的对象，跟因接触，只是被因利用而已。目前本我城正与长生殿勾结，只要前往协助，就有机会取得飞虫。有真容易吗？飞虫对咱是非常重要的物品，在长生殿却是默默如是，只要接触，唔惊无法到手。我要讲的事情讲完了，要台要我随便恁。这个就虽然最初事情，但是要找到伊的病这个方法，勉强算是将功赎罪。而且我相信会上这个事，这个就一定真不难。丫头，我便你替我恭维。哦，罢了，一切等阴公请过来再说。文姨，你留在此看顾阴公，并陪我走一段不能想。这敢算是请我？放心，工钱未消算乎你。多谢多谢多谢，这公。